害的话题，真厉害，我的妈！第一次，天哪，这太厉害了！真好，真好，咱该说不说。歌又唱的这么好，还会吹葫芦丝，这怎么得了？那你这小孩，哎，还挺有能耐的，你该说不说。乐器这方面的话，还是跟这个飞哥还是差得远的，差得远。快，没有了。那好，咱们就一起娱乐娱乐。我老朱，我也想整上一曲。我不知道你们三个认不认识这玩意儿。来吧。你们认识吗？这个一个字的叫生还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还是这啥来着？一个字儿。这是熏。我们家也有这样的。对，是吧？这叫树秒。有人生。什么玩意儿？树秒。这不电子琴吗？师姐喵子。好，我也亲今天呐，我有个要求，我想请这位木宝姑娘给我搭档一曲。哎，好嘞。你别笑话我，常言说得好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？来吧。我想这木宝姑娘一直在看到我的小红嘴巴，就想亲我一口。我没同意。然后呢，咱俩来首有意义的歌好吗？好，行。整吧。会跳别知己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都可以，只要是古风的都可以。看到没有，只要是八戒古风的，我们俩都行的。你别笑，没事啥笑。你俩不合适。合适？你看他后面背个月亮，我不整嫦娥吗？哈哈哈哈宝宝。木宝宝，咱们俩就开始，天色不早了，就安心，不是，就咱们就整曲得了。好。嗯。衣服，我听慢点啊。咱们给我两个徒弟还有八戒哥都点点关注啊，咱们都关注关注木宝，还有陈晨谦，还有阴阳兄弟，咱们都一起玩。谢谢。对，咱们都关注上。没事就常玩，你们玩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好的，行，拜拜，那我走了。师傅，感谢师傅。我送你俩一个礼物。
你说有人？哎呦我迎着风向前冲，我要冲我自己。没关注我，还没关注我呢，我都跑了。妖怪，妖怪，只为心中不变的梦。大斗巨星，只为了实现上最美的表情，你的笑容，只为了我心中的每次感动，踏上旅程。我知道前方已经看得冲冲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还没就跑了。哎，得了吧，得了吧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感谢我涛哥，欢迎我涛哥。哎呦我的妈，涛哥呀，你可给我老叔整这两个姑娘倒是挺好的，只不过他俩不，哎，他俩有人儿。得了得了，谢谢哥几个，谢谢兄弟们啊，咱们呢都关注榜上的哥几个兄弟们。真让你们先笑了，兄弟们，因为我是演猪八戒的，就演节目为主，我不图这个大伙就是怎么的。我刚才打 PK 的时候，哥几个好多送礼物的，我都没有念到。希望榜家人看到榜上的哥姐姐们，我希望哥姐姐们都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给老朱一个面子，给大哥点点关注。你看，咱都是家自己大哥，哎呦我，王毅哥整这么多，还有涛哥，还有咱们家这个我单哥，榜上三是我单哥，是我家等级最高的一个人，19级的等我单哥，跟我出生入死的好哥哥，关海哥、零度哥，哎呀。烟花哥、明淼哥、黄魔、大汉都是，哎呦，辛苦的哥几个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开心开心好。我这人不讲什么，这就是这个呢，一旦一起的玩了，咱就是娱乐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就是徒弟这个拿的，能连上麦的，我觉得都挺好，都挺好，开心就好啊，就破嘞。哎，刚才二位姑娘还没有介绍我老朱的吻呢，就跑完了，嗨，哎。海到嘴的鸭子，海又飞了。那易阳的徒弟整的挺漂亮啊，挺美啊，啊！哎呦喂！知道我的生命从此一定与众不同。哎，这让我老朱如何是好啊？刚才差点没把我老朱给迷住了，半路杀出个小橘子头，哼，妖物的妖怪，妖来妖气的，得了吧，那个妖怪那。迎着风向前冲，我要今晚大哥，我们家大哥每天都在我。八戒，他们都说你想我了。对，我都刚才都哭了，哎，嘴里盼着，心里想着全是你，只不过人这一会儿刚才想着想着睡着了，帮帮看我脱衣服睡觉的，给我敷10分钟，喊着那个有人，是不是这？那你怎么会脱衣服睡觉，也不盖个单啊什么的，那么大的肚子凉着怎么办？不是，他说八戒这个想人的想法阴气太重，让我老朱好好反省反省。这说着说着你就来了，人家正在想你呢。刚才我老朱直播睡着了，从嘴里还喊海霞呢。有人是喊嫦娥吧，嫦娥妹妹。我就喊，刚才睡着的时候我都没听见，我就喊了，海霞姐姐，我困了，你在哪儿呀？对，做梦啊，做梦，对梦里都挺好的，人家想你，一直在等你，一直在等你。刚才好多好多妖怪都让我老好年好多小姑娘给我连麦，我都没接。我说我可不一样，我心里想谁就是谁，我老朱就等他。我就想说，老别看老朱长得丑，我老朱等海霞姐等你等了那么久，我就等你，就等你。看，歌曲自动放吧。最恨当初没有跟我走，老朱一手等你等了这么久，我的宝贝儿。
秋水盼你几多愁，想你我想了那么久，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，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，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，就这样默默想着你，就这样把你记心头，天上的云懒散的在游走，你可知道我的忧愁，就这样默默爱着你。大嘴啊，还不是来握翻手，不管未来的路苦有多久，永远只要为你守候，永远这样让你亲一口。还有什么？我下身上嘴了，我要老爱亲人家，就想你，就说明了我老朱心里就想你。你是现在醒了吗？还是做梦呢？我醒一会儿了。就爱亲人家，还记不记得第一次了？我从来我可不亲人，我高冷，我不亲他们，我哎呦妈！第一次怎么亲来着？想起第一次还是挺难忘的啊。别给我学这动作，这老晃了。心隔夜想往你跟前走，咋感觉我的脸就这么红？想起你第一回牵我的手，拽住了衣袖，浑身也把拉住你的手，我要跟你走，相识相逢要相守，就这么拉了手，就这么牵了口，为什么不带我走，为什么不能踩下的那条路，留下个一个人走，相识相逢啊相守，都不能做一个圆满的梦，最后还是分手。哎，我拉手，你怎么还记这么清楚呢？我当初我老朱那就是随口一说，其实人家心里早就挺想你的。第一次谁记不住呀？谁像你个猪头一样？哦，猪头、猪心、猪肺，啥也记不住。这就让我老在想谁？我想你，我都把好多好多人都当做你了。啊哦，
真想你，真想你，我老朱的蛋全不是，哎呦我的妈，不是，我老朱的蛋蛋不是。我的泪蛋蛋，我都想你想的都掉在酒杯杯酒里了，酒里了都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酒醉乱性啊，不许乱喝酒。对，我喝酒，我强身健，不是我想你想的难受。蛋没关系啊，对。倒来酒杯杯的，这辈子咋就爱上个你？一次次的短信你不回，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。师弟在这儿泡妞儿，所以特地来观察着你，省得你犯错误。猴哥，哎呦，孙大圣来的正是时候。猴哥，你怎么猜着他在泡妞呢？我刚才手都上手了，都开始了，你怎么一瓢水给我泼凉了？你有人？俺火眼金睛一看，能看那十万八千里，没有想到你在这儿，却在这儿黏黏糊糊。哎呦我的妈！刚才都你歪歪，刚才都聊到喝醉了，喝醉了，我的蛋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泪蛋蛋，泪蛋蛋都掉在酒杯杯里，都差点都摸我的腿了的，你怎么滋溜就变回来了？你嗨，俺老孙彻底是来监视着你，省得到时候你犯了错，难在师傅那儿交代。阿弥陀佛，该管的不管的都是你事多，还是当年我老朱偷懒，你那变成啄木鸟还戳我鼻子，喊你个逗你事儿。你这个呆子，你还记得呢？嗨，你搞的鬼！当初变成高翠兰的模样，还趴我身上让我背你，我老朱可受遭罪了，我都呀我。这样想弥补也行，再找一个跟这小女子一样漂亮的，嘿，你师哥也闲不着了，就不管你了。猴哥。这我就不跟你讲，你倒是坏种，真是。我老朱在抖音里那是叱咤风云，美女如云呐、啊！哦，你看，来一个，原来如此。看，跟对话。Hello， 各位老师们，你们好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归我了。猴哥，猴哥的他。但是穿的比较少，你可别瞎说啊！哎，今天不叫事儿，不叫事儿。俺老孙记住一句话：肉挨肉吃不够。猴哥，我也介绍了，你可别想多，别想，那都是我老朱的，你看看行，你可别碰他啊。好，是这样子，贝贝，你应该好像不太清楚，你不太清楚，就是猴哥呢，其实是我的另一半，知道吗？猴哥，你俩有事儿啊？把钱，不是招来，咱们回去再说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可说破。嗨，你这猴精的猴，遭我的弼马温！你这妖猴！当年你跑天上去捣那蟠桃会，你把七个娘子姑娘都给定住了，你去吃桃了。你那时候你怎么不抱下来一个呀你呀、啊？哎，
那时候不是没碰上木像吗？现在给我抢了，当初那七八个你喊我老周一起给你偷桃，你桃给你，姑娘我都全要了。就那七八个里边哪个长得有这俩好看，哪个有这俩会唱歌呀？你这猴头再若乱说，我让如来佛祖把你架到五行山下，再压你个三千五千年。哎，菩萨，别介，俺老孙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嘿嘿，不要嘛。悟空，我去，佛祖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好生陪伴唐玄奘西去，怎么跑抖音和八戒抢妞去了？哎，俺知道。抖音是一个正能量的地方，也是一个漂亮妞聚集地。俺老孙所以也来看一看，看看有没有假的，有没有假恶丑的地方。俺老孙是想让抖音只弘扬真善美，打击假的、脏的、臭的。猴头，非贫。好与不好，八戒已经都玩过，不是，八戒都试过了。你快去降妖去吧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俺看看抖音上有没有妖，有没有人妖。哎，悟空，今天你和八戒面对的这两个美女，你俩不能一人一个，都给八戒。难道说是？都归八戒，我的天哪，他小体格受不了。Sorry， 八戒，太 sorry 了，不是太骚了，不是。哎，猴哥，你别听书来瞎掰吧，他又回家了，咱们玩咱们的，管他干嘛？好，玩。那咱们怎么玩呀，哥哥？你们说了算了。哎，这两个都是我老朱的红颜知己，可不是红颜祸水哦。好，那俺老孙就放心了。那你玩，你可别撩他们，他们一撩，他们给我诉苦，老跑我怀里哭，老跑我怀里哭。哎，那咱们就。他俩看到一直仰慕咱俩，爱咱俩，都不敢说话了。让他们说说话。来，八公公，晚上好，八公公。嗯、啊，是长辈儿了。八公公，公公，你应该回答他，奴家在。公公，我可不是公，我天蓬元帅，我怎么成功？你应该回复我杂家在。得了，他是我可不是公，他是母母，嬷嬷。你让他当了公公，他简直把他的命小命要了都不愿意当。是哦，对，是为了他好。我可不是，他们天天喊着我去泰国，我可不去。不是上次我们的姐姐已经唱过了《一剪梅》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姐姐是不是没有剪干净呀、啊？哎，罢了，咱们就玩一局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提老周给我剪了，我喊着去。等会儿那怎么玩呀？咱们是分组呢，还是怎么办呢？猴哥，我觉得分组好玩吧。猴哥，那好，那咱们俩。就是一人一个，可别争风吃醋啊！好，那咱们俩你先挑啊，咱们就黑白配得了。挑完之后，他们又跟说咱俩作弊了。好，来，手心手背吧，来，手心手背。哎，就我一个。哎，我和佳佳哥、海霞姐一组。哎，那个不能。哎，木夏，你先退下。我们三个。我先走。我先去了。等着。好，手心手背。猴哥，咱俩一组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
姐姐一组。哎呀，猴哥，那怎么，咱们俩怎么俩一组得了？好，这也好玩。好，那咱们俩要是赢了的话，让二位姑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玩的小节目，让他们去给咱们做节目之后，再给咱们不能输，让他俩好好的，他让他们照着这个模板来就行。对，我有很多好玩的游戏，就是基本上都是玩花花，还有呢玩二蛋，还有玩八戒，就这种都挺好玩的。哎呦，到时候就让妹妹好好的玩一玩。好的，姐姐。不，等会儿。如果咱俩要是赢了，让他们俩来个这个。等会儿啊，我来找一找。哎，我听听。哎，我来找找。哎，怎么没有了呢？啊，不能啊！我知道你要找什么。什么呀？啊，罢了。哦，我可是知道的。来了，来就来这个。来就来这个，来佳佳，好不好嘛？好了，最好了，直上不行了，行，求求你，怎么样？这个已经过时了，不过不过时，这个不过时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呀！天哪，对这个不过时，我不能听这音乐，一听我就看。这个可以练脸皮，看看他俩的脸到底谁的红。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哎，就这个。你的脸现在都红了，就这个。对，按时间来的，男方不说停，女方不能停。对。怎么样？谁是男方？我们俩男方，你俩是女方。对，还分不清明白了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让你嚣张，等一下，让你再这么嚣张，试试。好，佳佳哥，咱们俩讨论好，一人一个，可别整串喽。哎，好的，那就开始吧。开始吧。那你们就发起吧。发起吧，不是女方发起，男方高冷。对，女方揉死你们。啊，揉我这五分钟的啊，好，可以，好嘞，揉我老弟们多，怎么揉我都不蹂躏的揉，来吧，来，男生们，我们蹂躏他们，闭麦，让他嚣张，好不？哎呦，我们的家人们，能不能这个？哎，感谢邹振正大哥，感谢我大哥，再哥几个，咱们就三票一起玩去了，一起别打这么多票，兄弟们，感谢。我丹哥、队长哥今天融成47级了，等等兄弟们，这是我家的一个一直以来跟我走风走雨的好哥哥，还有咱家好多八家人兄弟们，谢谢哥几个，谢谢兄弟们，给榜上大哥都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还有咱家我王毅哥，哎呦，我王毅哥，哎呦我的妈，14级了，还有咱们家那个烟花大哥、尹南明老哥、大海、新哥、葫芦，好多兄弟们，哥几个都给他们点点关注，感谢，哎呀，感谢我西兄弟。别送了，就别送这么多兄弟，跟人一起玩玩，小凝聚力小票啥的，有10块、20米的、3米、2米的，就玩玩就行。也看我直播，也不，咱也不打很 PK。那一局的话，打的时候面子，你看，没怎么拉票，20-30万分，这不能说永飞有多大实力、大能力的兄弟们，这永飞家的这帮兄弟们就能看出来。还有好多刚关注我的粉丝，永飞没有拉票，一直在吹乐器，打了好几-10万分，不能说多火，我多狠，是我们八家人太有凝聚力的兄弟们，对咱打个对。对，做人低调，有为不平时也不怎么去喊着兄弟们打上啊。当你难我难的时候，你看兄弟们怎么着？刚才这一刻让我想起了4个字：义薄云天。谢谢哥，好了，哥几个，这是你们看我直播的，就是小票3米2米的玩玩就行。感谢我开心哥，感谢我开，哎呦，哎呀，行了，开心哥，咱哥几个一起玩玩就行，别很大，别很大啊，来。Party 来，打，撒娇8连，这一局，这两个姑娘为什么他俩撒娇？他两个姑娘是歌手，脸皮比较红的，看看看，等会儿看看谁尴尬，谁脸红谁尴尬，不脸红不尴尬。
破里破里破了个。感谢杨秃秃大哥，谢我大哥，谢大哥，就破了。哎呦，大家有事有玩，没事咱真上。哎呦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真是有真有吃上，真兄弟们真上，兄弟们太狠了。谢谢哥一个，好。嘿嘿，我老朱先送大家一个小曲目，嘿嘿。感谢，哎呀，感谢我姐姐送的福袋，感谢明哥，还有姐姐，这不我魔姐姐来了吗？啊，那妖怪，我好多兄弟们都说让我老朱来个涛声依旧，感谢我魔姐，姐姐，好。这个鼎力相助，太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兄弟、啊。喂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我 PK 呢，这个怎么这个时间怎么一下子就没了？你给我一个说法呀。对，对，怎么事？对方的分比我多，对，我知道多，怎么最后时间那么短了呢？我想知道一下子。那个，咱们让小喵给八戒打个电话，这会儿。是吧？我知道，我和这个陈家老师，我这。这我哥，这我哥。电话打过去，看他想不想。是时间不够，对你这怎么突然他就对？啊，分数也有差距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他们俩是那边分数是虚伪分数，哦，是吧？哦，那个，那这局谁赢了呢？要不给他想个语音吧，想个语音。哦，两个男的赢了是吧？那行，那挂了吧。这个显示我俩输了。那行，让咱俩这看哦，挂了，睡觉吧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呦我的妈！刚才给那个。八戒给你打个电话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开始他威胁你，威胁姐姐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就把那个大金杯给他放在门口吧，好吧？哎呦，两个女的赢了，行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
哎，喂，董爸爸，你说谁赢啊？啊，你没看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吧，那个，那就让那个这个嘉哥，你让感谢新宝哥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宝姐，这个莫姐，别向我提的啊，这个这么样吧，咱们让两位姑娘呢，咱也选一个给咱俩，就是您那个三加八连那个，要不然你选木夏，要不然你选何雅姐，我就选，都行。哦，你选吧。那意思就是让他们给咱仨是吧？对对对，他俩是吧？他哦，撒娇。抖爸爸，那个就是我感觉我好像认识了一个脑袋不太好的人，就是他脑袋好像被雷给被驴给踢了的那种，有认不清现实。哦，好，金杯准备好了啊，好。就他俩不讲话，你说咱俩输了，他俩又不惩罚咱俩，咱俩不罚吧，他俩怎么整啊？是的，是吧？是的啊。那好吧，现在我就罚菲菲啊，菲菲第一步先站起来。哦，嘿，咋聊？菲菲是谁呀、啊？菲菲的话就是二蛋啊。嗨，我是八戒。你怎么知道他？就是猪刚烈，猪刚烈，对，叫他的全名吧啊，对，就猪刚烈。猪刚烈第一步站起来。哦。第二步呢，这个就是兰花指，兰花指。嘿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对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我听一听啊，丢手绢，你小的时候应该是玩过了吧？是不是？没有玩过吧？好，你现在就跑圈，你拿一个纸，然后你就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玩过丢手绢那个游戏，好吧？手绢是怎么丢的？就是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就是你来回表演的，表演一下，就这个游戏怎么玩，好吧？游戏我会跳舞。不是跳舞，不是跳舞，就我们玩一个游戏就好了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干嘛？就是、这个、你要停吗？不是，你这个是怎么的？你给我表演一下的。我真不知道女孩子的这个游戏，男人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对。就男孩子也会玩呀，就是不会不会，就是比方说大家都坐在一起，但现在你是一个人是吧？你就来回在那跑圈，然后你把东西丢在后面，然后嘿嘿笑一下，然后又跑掉，然后又拿走，然后又再来回跑。你过展示一下的，要狗骗你，我真不会，怎么整的这个？对，对，你要我学，我又不知道，我又没见过，你让我怎么整？对吧？那你自己感觉嘛。我没有见过怎么卷，你让我怎么卷？对他感觉不了，对，你给我展示一下，小小一下。我不能展示啊，我不能展示、啊。你看，我太难了，兄弟们，我不会，你得教我。那就那啥吧，那就来一个、来一个那个什么也行呢，就是我是女生，然后跳个舞吧，好吧，就简简单单的，行吧。罢了。你发呆。或者就是你再表演一下，就是女生们跳皮筋的那种状态也是可以的，就是我想让，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每个哥哥姐姐都是啊。看到了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回忆到小时候，嗯，哦，哎，跳皮筋放的是什么音乐啊？那跳皮筋放，不是，对对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一会儿问木下借个法子，然后怎么罚下这个佳佳？还要翻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哎。太累了，你跳的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就买两根玩二十一，还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行，好可爱的，好可爱的啊！这都累死了都。可以的，你跳的还不错，想必这身体不行啊，这么两下就累着了。哎，你想想，坏了，坏了，有人。我姐嫌我这两下就累了，我，哎呦我的妈！告诉你，两下就，你说，有劲儿。Oh my God.
是够了，是吧，霞姐？嗯，有劲儿，我老哥！哎呦我的妈！纯粹颠覆了我对猪的认识，这咱们这个猪真的太灵巧了，有劲儿，有劲儿，哇！哎，有劲儿，对，绝对给你家搬白菜的时候包你满意，这拱白菜，合格，拱，合格，过，那佳怎么弄呢？我是实在是没有，姐姐你说吧，姐姐。木下，你那有什么好玩的？咱俩这关系啊，就我不太便说，那要不然让我们菲菲说呢？哪有那么我的天哪！你这个你，那就让我海小姐给我哥撒个娇吧。有人啊，我看行。反了哦，对，我们可以听一下我们佳佳老师来撒娇也是不错的哦。啊，他撒娇？哎呦他给你撒？啊，我得了，我不要。你要不要不是你的事儿。我没干过这活儿，不行，咱干不了这个。我觉得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不是天天听那个，听文文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头哥，听他没有学会两声吗？头哥，没有啊。那今天晚上就来一个，你用猴子的声音给我撒，怎么样？有人，我得用猴子撒。八戒，弄弄我一下，滚犊子！是吧？行吧。那我找不着这音乐，我给你放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可有配合的呢？哎呀，有，要啥有啥。好，早晚的猴子，这猴头，今天总算把他。你别，深夜啊！哎呀！菲菲好兴奋啊！又是，八戒，哎，人家要嘛，来了，八戒，哦。我不管了，八戒啊！快一点！不，八戒过来！啊、我 no 靠近一点！哎呀，我不要碰嘛！八戒过来，来么么哒！停！stop！ 停！女方还没有说停呢，女方说停了吗？那不行，我害怕，我怕做梦都喊我。哇，好好听啊！我好不？我也觉得好好听啊，真的。这有点停不够怎么办呀？嗯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大哥，下回吧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！哎，佳佳真棒。在《西游记》，猴子能给八戒说这样的话，这电视火不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电视好不了。哈哈哈！既然哎呀笑死我了！既然二位惩罚都已完事了，那就唱情歌对唱得了，两个人对唱一个小情景怎么样？哦，好，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儿。请女方先来。女方先来。就是唱情歌嘛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场景。谁先来？姐姐啊，你找着了吗？情歌。这是我常玩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姐，你忘了吗？哎，你又是怎么个事儿？我先来。啊，好吗？啊，
好不好嘛？猴哥好骚呀，好坏呀，嗨，抱抱我呀，摸摸的，哎呦，这话我不懂。吓一跳。来吧，一首情歌，都是有回忆的，《情非得已》。我的天哪！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。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OK 好。是你是你还是你是你有人上帝上啊，我来弄他上，接不住吗？能，接不住吗？接得住。哎，我是。唯一真的爱的就是。这是环绕声吗？哇，杜比环绕。但我珍惜。想一通就是爱与恨，我不相信。哇，这音乐绕得好。你和我总是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的困惑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只能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吸人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傻姐姐，傻姐姐，上啊！朱丽红，你今天好温柔啊！我是装的，我挺骚，不是，对，感觉是这样的。坏了，哎呀，他又吃醋了，宝贝儿别吃醋，我刚才我唱给你俩的，宝贝儿。哎呦。我知道，我在夜里呼唤你名啊，追月的彩云游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诉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想我，天上的星星有也了解我。
停，不用再唱。真的好想你。你不用再说了。我的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想他，你不想我，你想想咱的孩子吧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下去。我对不起你，是，可是你也不能舍去孩子不管，不能去跟那个八戒在一起，还卿卿我我，还真的好想他，你对得起我的孩子？我不要了，哥，我不要了。啊！地上的大衣柜，是你带来的嫁郎妆。可贵死的再没有你穿过的衣裳，你离开那天带走了我所有的希望，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，墙上的照片里你的婚纱有点泛黄，门口红色的高跟鞋还是你穿过的那双，床还是那个双人的床，我却越睡越凄凉。夫妻一场不容易，你回来我害怕你原谅。孩子半夜又哭醒了，问妈妈去了什么地方，我只能默默地抱起他，在地上一直走到天亮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孩子不能没有娘。你回来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到底还想要我怎样？亲爱的，我给你跪下，你回来看看孩子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小孩吃奶呢，我都难受了。啊！佳佳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是吗？那个厚脸皮的猪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都让他把我骗了。年轻的队伍绕过了那道梁，唢呐声声吹得满沟响，花轿里的人儿我抬头往外望，你站在擦亮相识的那地方。殷勤的队伍绕过了一道梁，锣鼓声声敲在我心上，梁上的佳佳你可曾想，花轿里的海霞痛断了肠。啊别说了。
别说了，我去找你。我看了你们俩在给我演戏，你俩想你想回家，你个负心的女人，原来你有孩子，你有家庭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俩有孩子，为什么劈下我的爱情？根本就成三角恋了，还不是你强人所难吗？骗我！我感觉我是个灯泡。当初我们手拉着手，一同走在大路口，还想你，你对我说呀，天涯海角跟我走。你说你是单身，你说你没生过孩子，原来你有家庭，让我当个陪伴你，我太难了，下不来，我不行了。当初我们手拉着手，一同走在大路口，还想你对我说呀，天涯海角跟我走。如今我们刚分手，你却拉着佳佳的手，还想你负心的人啊，你给八戒添忧愁。恨呐，愁也是愁啊，你咋能把哥哥给丢我？你恨也是恨呐，愁也是愁啊，你咋一去不回头？现在孩子你都有，有人去，木夏，你过来，我想跟你说，你看，事情已经成这样了。木夏，你要听我的，你是被他骗了。我想，不如你听完我这歌，你就考虑一下。我懂了，让他们随风而去吧。啊，我跟你了。梦里梦的全是你，我心里想的全是你，不知我是爱的人，是否能度过我的心？朝思暮想的是你，骗我，辗转难眠为了你，还在骗我，看着我，在这相思深夜里，看着我。独自守的那颗爱你的心，一生最爱的人却是你，一生寂寞的人却是你，缘分让我今生爱上了你，深深把你放在我心底，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，一生最疼的人就是你，今生爱的轮回只有一生一世和你长相依。我想事已至此啊，这谁的姻缘，谁的姻缘，我天哪，事已至此，菲菲，我已经对你有了新的认可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不会去再打搅你任何了，我只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再也不见，好吗？快的源头全是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知心的知己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别人的插足者。怪我，不是。OK， 骗我的，木夏，木夏，那就再见吧。他骗我的。再见了，我的知己。韩小姐，
海霞，咱们俩走吧。木夏，我以后过两天我再哄他。海霞姐，你别忘了咱俩的孩子，我爱你。要是真跟他走的话，你别忘了。也别我了。他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，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跳起舞来，趁着酒意诉说着一生的悲与喜。月亮你别再柔情似水，我的朋友你别再多愁善感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列桑列桑波，列桑列桑波，列桑列桑波，那就波列桑波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海霞姐姐，祝你幸福，我再也不会因为一个这样的人渣去让我自己感动。女人我觉得很不容易，所以祝你幸福。木夏，别这样。木夏，不要。我们都被这两个男人搞得一塌糊涂。海霞，你再看看咱们的孩子。佳佳，你别再这样了。你一走就几年，不回这个家，也不理我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别再这样拿孩子来这样说事儿。对，我很爱我的孩子，可是你。你是怎么做的？孩子，我可以在主任再你生一个，我再你生两个就行。哎呦你妈！我行，我身体不让我行，把孩子抱过来，我养。内卷了，内卷了。我养，不，这是我的，我养，我有奶。是在骗我，骗他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十几年犹豫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爱情还给我，我和木夏再不会上你们这两个男人的当。木夏，咱们好好过咱们自己的日子。咱们走吧，回来，姐姐，你们回来，走，咱们不是，咱们走吧，走吧，咱们走吧，不是。八戒，我想问你，还有多少双鞋？我今天晚上别再搞他们了，放女人一条生路吧，好吗？哇，可以哭一会儿可以吗？回去哭。夏姐，我可以哭吗？佳佳，你别再说了。我一时这辈子没有想过不会有今天，我爱的人他是有夫之妇，我爱的人不管他有没有孩子，有没有有夫之妇，我爱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已决定这辈子
就爱他两个人，一个想离我而去，一个还想孩子。我可以有孩子，我也可以有。他可以给你的，我照样可以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小三，我不是一个渣子倒霉者，我是爱你的人。你们两个男人都给我住嘴，够了。海霞，我给你跪下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不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当初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不回家，我不应该不顾家，我应该多关心你。如果我多关心你，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，导致你被一个巧言花语的永飞把你给骗了心乱。我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错了，我悔改了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咱们这个家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够了。他有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？我错了，我要加倍的呵护你，我要加倍的对你好。记住我一句话，他不止你一个人，他还有木夏。我错了吗？男人为什么没有可以不可以三妻四妾？我心里多装几个人，心好多好呀！我心里才有两个人，我希望心里有二十个人，这能再代表男人的大度，女人的大度，爱情，你懂爱情吗？兄弟，哥劝你一句，不珍惜爱，就得失去爱。要想得到爱，先得付出爱。咱们的结果是一样一样的，记住，爱能胜过一切。错，爱错能使人幸福。我不相信爱情，我只相信我爱。欢迎，不是有人，不是，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永飞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曾经也给我说过。不是，你好，楚哎呦我的妈！楚曦，楚曦，咋整的？怪这个怪我的，这怪我的，怪我的。重来，我重来。我觉得爱情我可以不信，我信幸福。当你把爱情变成幸福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成功了，所有的都成功了。我不希望听说爱他不爱他，我想给他幸福，我想给两个女人全部的幸福，包括我的命，我愿意。我不要。想多了。你既然给另外一个人承诺了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我只要唯一。他承诺了多少？天哪！小姐，我可以给你唯一。你先说好，是木夏还是霞姐？你说好了。我说的是霞姐，因为她是孩子的娘。我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今后的幸福，为了我们五年的感情。为了我们的家，过去了，佳佳，太晚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你别说这个，你说这个，我真想给我自己一个嘴巴。你前几年干什么去了？你现在这样跟我说这样子的话，你觉得不可笑吗？可笑，太可笑了。可是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，但是你要记得住。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要看在五年前咱俩相守的日子里。我要兑现我的承诺。虽然从你生完孩子之后，我对你关心少了，体贴少了，回家少了，但你要知道，好了，我收手了，我不要了，这你回去吧。不，不要了，海霞。我是东西吗？你在折磨我，在你们两个男人之间推过来让过去，我是东西吗？我是一个人，你不是有感情的人，我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，我不是一个东西，让你们推来让去的。都走吧，拜拜了。不，
哎呀，我走。哎呀，我走。哎呀，艾霞，你回去吧，看孩子的面子上，记着，我是爱你的。等有一天你过够了他的日子，我在，我还等你。我走了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。我走了，我会加倍的对孩子和孩子他娘好。记住，你有你的最爱你的木下，你还不回去找他去，还等什么？你答应我，好好对他娘俩。我消失了，让随风记住陪伴。去找木下吧，过两天我们一块儿给他们送去真心的祝福。我走了，希望你走吧，你过得好。每当兄弟，还有嘉哥，他喜欢吃兄弟炒土豆丝，都放醋、哎。他喜欢吃番茄炒鸡蛋，番茄炒八分熟再放鸡蛋。他喜欢吃的面是软软的，他喜欢喝的饮料是苏打水。他睡觉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给他倒一杯温水，保护嗓子。他早上第一件事，他喜欢让你听到他的声音。他每天中午，他都会让你亲他一口。永峰，他每天晚上，你能不能？他都想靠你怀里五分钟。你记着，我都知道了，兄弟，记住，木下，我每天晚上只需要你一个拥抱。我退了，记住，我哭一会儿好。我走了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我走了，记住，他永远都是这样，他对待你，记住，错了，记住，兄弟。我会参加你们的婚礼啊！我走了。两年以后，永飞和木夏结了婚，而我和海霞给他们送去了真挚的祝福，也喝了他们的喜酒。后来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，直到天荒地老。祝你们幸福！祝你们幸福！不行，我得一泡妞去了。不行，你怎么死毛病还不改？不行不行，我今天晚上还没有泡妞呢。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？再也不这样子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去接去。你快去喂孩子去吧，等着你们回来吃饭。我得去忙了。你这个死鬼，今天晚上回来跪榴莲。没事了。记住，妞，今天晚上我回来，我继续给你煎八分熟的蛋。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，不要回来了。嗯，哎呀。想家的是干嘛呀？快，明天就是明摆着跟我说清楚吗？让你说三胎啊！你都快睡觉吧啊！我走了。你看，你看他们又吵起来了。那你晚上回来给我买夜宵。我不去，吃什么夜宵？夜宵我长胖。脱下来，我给你洗。打你，结了婚都不老实。不不不，我的裤子给我洗洗啊！裤子，昨天晚上就是，这都湿了都。夫妻俩了，哪是死鬼我的？你快脱下来，我给你洗一下。哎呀，脏死了！我来洗。哎呀！我走了啊，你好好看孩子，哎、我得去泡妞去了，哎、我得去玩。快点回家啦！酒吧，我得去酒吧了。哦，快点回来，不要喝太多哦。啰里啰嗦，哪有女人像你这样，一点都不理解我，离了得了，讨厌你。没有吵，干嘛老这样啊？干嘛？我的没有谈完的恋爱，我的就是幸福，不适合娶媳妇，我就适合每天欢天酒地玩酒吧。走，不都放纵你了吗？不都放纵你吗？好了，你快去玩吧，快去玩吧啊！不要太晚回来哦，我在家里等你哦。听话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对不起，家吧，嘉哥，那以后咱喝点啊。那个孩子让我当干爹，我带他去酒吧去。哎，行，来，走了啊，走吧，走吧。
好，明天早上记得给我煎八分熟的鸡蛋哦。放心，好的，放心吧。我记住了。Party！迎着风，向前冲，我要超越自己才激动。累。哪有猪八戒这么顾家的？我玩得了，哎呦！每次都中。激动，对，激动，这就是没有排练，兄弟们一起这个包袱甩给他，最后呢，嘉哥五年以后的八戒就没有那么伤感了，也还是继续遮风挡雨，发骚。哎呦，感谢我丹哥，我丹哥走，你现在是49级的兄弟们，谢谢丹哥，谢谢丹哥，求破了，终于完了，哎。时间太长了，收不掉啊！收这场收不掉，兄弟们，场收不掉，这场真收不掉，兄弟们，你真收不掉，嗯。哎，怎么看不见人啊？怎么个事儿？啊，时间太长，看什么意思？没意思就不用看啊！就你这个整，你这种热火朝天的时候，你一个人不能，因为你一个人也喊你给人关了多好，对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喜临场发挥的小节目，你对吧？家长里短你玩呗，哟，小姨。哥，小姨，我要下播了，晶晶。Hello, 好的，八戒，那你先吧，拜拜。明天再追，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八戒，咱们俩已经有半个月没看着了吧？你都把我给忘了，晶晶，晶晶好。有人，八戒哥哥你好。小姨好。八戒哥哥。啊。咱们好像真的很久没见了，嗨，确实，因为晚上播的少，我都到下午去了，所以碰不上面儿。哎，我都停播都好几个月，都快月把了，我都想退网了。那不是啊，吹牛，我都想退网了。每天直播压力特别大，一不连上麦，全是小姑娘给我诉说爱情，想泡我，想给我一个温暖的家，想爱我。哎，我高冷啊，全是八嫂，你忘记了？我都不同意，每天我太难了。对，晶晶，我很好的，晶晶，我平时、哎、我对，这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哎，也没有了。主要你太优秀了，这帮真的是对都喜欢我说，你喜欢我的身体，不是喜欢我的这个喜欢你的身材，身材吗？哎，说我。哪里都是黄金，说我妖娆，说我风骚，还说我都缠着我，我不理他们，我高冷，我全给他黑了，不理。哎，对，嗯，有人，Hello， 恩典，嗨嗨嗨，晚上好，恩典。嗨嗨嗨，好久不见了。嗨，八戒。恩典，八戒哥哥，这个是不是美女啊？点，我俩认识，我俩感情老好了，我俩还谈过恋，不是，我俩还谈过，我俩连过麦的，我俩连过麦，我俩连过，是，我俩对，晶晶，我俩也熟悉，我俩还一起缠绵，不是一起就唱歌好，我们一起。挺好，对，跳舞，一起缠绵，对，就是唱歌，一起什么缠绵，唱歌是唱歌，他一起缠绵，八戒哥他太累，哎，那小姨就太累了，你呀、啊，对，累，小姨就别介绍了，我俩在一起都恩爱好几年了，最近呢出幺蛾子了，我跑了，不是他没播，哎呦我的妈，对，是你跑的好不好？你俩是谁把谁给跑？没抛弃。他想我，我想他，所以见不了，难受，生气，不联系了都。不联系了都。对。你瞅瞅，都说你累，你确实是挺累。晚上好。太累了，这直播没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天天打美女，我手里不能。那找个班上吧，八姐。你每天被美女包围，你多幸福啊，八姐。都不咋的。每天各种美女围绕着你。
你看这不又搁三个吗？对对对对，哎呀，今天不巧呀，咱们三个都是好友，咱有空咱一起 PK。 今天老朱十一点就下播了，刚刚谢幕，二位三位就来了，老朱这里给三位姑娘十元报礼了。好吧，你要下班了是吧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都关注恩典还有晶晶还有小姨，都去他们这边，我老朱不就走了啊？好的好的，我恩典点好。对对对，咱们还有小礼物没送给你们呢，送个小礼物啊。一会儿，哎，我烤串，太难，我太难了，我太难了，我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，我这，我。太难了，我身体不是，换小号换台，直播间还有18000人呢，现在你让我换台，哎呦我的妈，啪啪的什么龙开，说好十一点下播的，咦，我的老天爷，我知道这帮一定看个重重，人家几个徒弟，哪个徒弟在兄弟们，对啊，真是有的时候，哎，今天晚上太嗨了，太要送点我找八戒，我就找不着，干嘛 找你不急卖，我找你，我连上了以后就是显示黑屏，啥也没有，得了吧，就跑了，得了吧，然后我再找你，你就连上了三个小娘子，我一看完了，骗我，完了，骗我，这仨人，你眼里现在全是姑娘，哪有你老二徒弟的啊？哎，八戒得了吧，低调，八戒低调，哦，你看看，一定要低调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定要低调。我操！一定要有人。哎，太难了。低调。好不容易弄几个妞，都让唐僧给我霍霍完了。哎，这些姑娘全是妖怪变的。八戒，咱俩谁跟谁啊？谁跟谁啊？是吧？得了吧，老朱现在挺难。此话怎讲，寻找不到新鲜血液了是不？不是不是，这一开播天天都忙不过来，一环扣着一环，一环扣着一环，一点歇息的空都没有，歇息一会儿来三个，歇息一会儿来好几个，我老朱都要把他们给掐死，不是给弄出去，有人。这叫什么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叫得了吧，这是气谁呢也不知道，刚才好像咱找不到一样的，刚才两个妞，哎，两个妞，我老朱的妞喜欢的妞差点没给别人跑了，我老朱一时心急，我跑了，哎，这妖怪我都生气了，哎呦，还拉谁呀，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你拉谁啊，我都想下播哭一会儿去，太难了我现在，哎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啥福过来还有我呢，帮你忙活呀，他们老吃醋，你都这个那个的，人家真怎么好，帮你忙活啊，对，干娘最近我帮你背开播了，对，是户外，就是瞎溜达的直播，下播溜达，下播胡播，哎，对，有空我老朱，我这边我玩不了了，不是，我这边人太多了，我给你送两个，好，要不，要，嗨，这不，这品相看看怎么样，品相，我给你找这个燕子那边你整的还行不？燕，哎呀，我朝思暮想的小宝贝儿是吧？啊。就是尽量别让我见到他，见到他我估计我会爱上他的，哎，有个我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哦，八戒请讲，咱们呢就别弄了别弄了，哎，注意身体是吧，不一样，好吃醋，好吃的太狠了。介绍个新朋友吧。哎呀，得了吧，新的我老朱哪还有新？抖音里还有新娘子吗？还有新的吗？哎呦，一个都没有。你可别骗我了，我老朱太难了。哎，好久没有娶新媳妇了，娶来娶去，抖音就那几万个女主播都娶完了。
哎呀，愁啊啊啊，愁，愁就。哎呀，好激动啊！我天。Hello， 永飞。眼神。你好。Hello。Hello。第一次相见，哎呀妈，有点激动，有点激动。别动，别动，我哪里都不敢动，动不动。八戒，就是你是哪里人呐？我是你。哦，你是你的。人家我是我的，我不能把玉帝哥晾在一边了。是我的挺好。而你我你穿在身上是穿的什么？穿的是呀。 Hello， 慧慧，永飞哥哥，这玉帝哥哥，这武媚这小女子，我俩想结婚。哦，不是。不是，我俩今天头一回见面，我俩办喜事儿吗？这个，要不要我给你们唱一个好日子呀？给你们祝祝兴好了。文慧老师，你唱好日子，我给咱俩主持，就是把今天就把这事儿办了，这事儿就能办成了。办成了，嗯，对，还差东西。你是嘉宾歌手，我得对嘉宾主持，我还差东西，等我明天新郎新娘都到齐了。等我明天去整一身红衣服红盖头。哎呀，这是有备而来呀，又想泡我，我擦，哎呦你妈，我去。红盖头很简单，礼物栏里面就有。厕所的关键没人盖呀。哎呀，没事不盖也行。闪婚。那什么咱们就先关注上。有空玩，因为我今天呢，我刚说完十一点就下播了，然后我就以后难播就是三小时嘛。然后呢，也我感谢文辉妹子，还有武媚，还有小娘子，还有咱们这个有佳慧哥哥，喜欢的给三位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好那什么，咱关注上，有空咱们玩啊。永辉哥哥，这是要走吗？对，我要下播了，我都播三小时了。永辉哥哥，用你的小眼神送一下八戒哥哥，你看。永辉哥哥，哦，你能。你有个观众吗？心灰意冷就离他而去。哎呀，慧慧，你别吃素啊！我关注一下，我不管，不是，我不泡他。那个，我是给你们送啊，是你别吃，送祝福的。你别吃素，你看我的吻还是那么香，你看。你看啊，我又先走了啊！武媚这个武媚小女人，我把我的吻又氤氲在你的肩膀上吧。我走了。哎呀，肩膀上。我走了，师傅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一定。我高冷，我高冷，我不高冷，高冷，高冷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个点儿，咱得有个度，兄弟们，得有个度，哼，都玩，你笑笑。感谢，哎呀，别送礼物给你。老大。这位姑娘是何方妖孽呀？老大，我不是妖孽。好。咱们可否玩个四宫格呀？玩个四宫格啊？你看这个点有谁在？那个小小在吗？哪一个小小啊？小白狐狸那个。我看看啊。哦。好的，老大。兄弟们，明天玩，兄弟们，明天玩。今天晚上够嗨的了，明天。做好明天的直播效果，直播内容一晚上玩完了，明天晚上看啥？兄弟们，低调，都低调点，我心里有数，兄弟们，心里有数，别像吃饭一样，一次吃一个撑，明天咱还得玩呢。刘若仁，明天咱
咱们再整兄弟们，咱们再整。你今天晚上整完了，咔咔就我们该明天找不着了，多难为，定好明天该再玩谁，不是再练谁。老大，我好像没找到他耶。咱家小小，就咱家那一个。对对，咱家小小没有啊。你看你能连到吗？我这里没有，他老想泡我，啊，对。我没有找到他开播了吗？我都没有找到他。没找到他呀？没有啊。我这里有，他老想。你有吗？你有，你找。老想喜欢我，我不理他，我。哎，刚才我都没拉到你，小小。大哥，看不到你头了，大哥。有人。哎，1.75米，大哥比我都高。哎呀妈呀！我吓死了，我好激动。你们俩会走 model 步吗 ？model 步就是猫步吗？对对。哎呦我的妈！模特会吗？会呀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好的呢，你整个音乐，我给你整一段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一个人走啊，师姐你不走啊？我走不了。来，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都是听老大的，就拉一个，就拉一个。好像不是那样走的吧？挑战你们三个来，model 步，开始走，一人走一对，来，开始从阿南先来，开始。阿南先来。来，就我走啊！来，这是不服了的。猫步，猫步成熟了，你教我。这师傅教活了哈，师傅教活了，咱得学。张明换风格了，让我们走猫步。走道。有乐凯业。来这个，来有请那个小走着，我看看，来小走，我看。我走啊。走道走。哎，对，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做生意，就是、哎、来小鱼走了，来。说啥呢？哟，这个，哟，我操！哎呀，换曲走，阿南来，走这儿。阿南师姐好温柔。走路，整不会了都。我去，老大好，老大，你后边怎么有个尾巴，有个尾巴？女人的时候该女人，爷们儿时候该爷们。师傅，你的猪尾巴露出来了，你的尾巴出来了，怎么的不？怎么的不？我都试了呀，是这么走的呀，看看啊。你一看就是大哥，有人。来了。当然，兄弟们，哥几个，咱们去那个阿南，小鱼。行，我下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再招拉一个你们玩。好的，师傅。好的。这么早就下播了呀，师傅。因为今天我以后呢，就是十一点就下播，有十一点就下，兄弟们，有小号有时候开改，有的时候一起玩，大号十一点必须得下播，兄弟们，咱哥几个希望理解，兄弟们，去咱家这三个徒弟直播，兄弟们都是很厉害的歌手。我发不了福袋了，家人们，我上线了。行，我就这么的吧，先唱一首，一人整一首来。好，可以，好的，对。那么师姐，你们先唱一首。哎呦我的妈！师傅，你现在怎么下播那么早了的？对。是不是我师娘要求你？怕你们吃不饱。不是，这么的，以后咱们那个师傅就别喊了，官方都说好几回了。师娘要求你天天一喊的话，封号。交作业。对，这个老大。对，咱们别喊这个师傅，一喊师傅会封号，因为管。老大，这照我们呀。哦，就是去兄弟们，咱去这个几个女主播直播间里去串一会儿。哎，先给大家我先展示一首来。来。谁先开始？我二师姐，你先开始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我真没大姐，你开始。哎，小玉，明天花桥吃席面，你去吧。你去吧。
我去，那我所来不去的话，那漂了。你现在那啥，那肯定可以。我去，你去吧。你去我就去，咱俩都去都去。来，你整来。啊，来，跟对。你那个小小，你准备好了，你先来吧。你这衣服都穿好了，啊、我先来。你们唱歌，我想跳舞来着，我想跳钢管舞来着。要不然我先来，就对你先跳。我给你唱，你跳行不行？好，跳。啊，白狐可以吗？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啊、可以，可以。我给我师姐搭配，然后能节省时间，可以。啊、来吧。对，师傅最近忙的怎么的？然后我走了。忙的要二胎，所以得下早点，有作业。来，来一首白狐。我福袋发不了了，我上午发了十个上线了，家人们，我发不了福袋了，你们多的啥喜欢我的走关注。来一首白狐。千年的湖，哎呀，又嗨！千年爱人，千年孤独，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？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？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湖。千年守候，千年无阻。情到深处，看我有美丽为你起舞。爱到痛时，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上去了。寒窗苦读，你我还是山。分三波流量，兄弟们，分三波流量。心可苦，金榜花烛，却是天涯茫茫陌路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？我还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狐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？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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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辛苦了师姐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，感谢咱们所有观众，我家人，谢谢咱们都关注，给咱们点点观众，兄弟们啊，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哥，来，小鱼给咱们，谢谢哥谢哥，我是个唱歌跳舞主播，家人们，唱歌跳舞乐器也会一点点，辛苦了辛苦了啊。那这个难唱的呀，发不了福袋了，家人们多多担待一下，我上线了。那一天夜夜领我去把亲戚看，看见那舞台上有好多大花脸，红白黄绿蓝也是有灯影，一边唱一边喊，哇呀呀呀，好像炸雷，叽叽喳喳尽响在耳边。好厉害。蓝天地都是蹲斗与马，红脸的光灯战场上，黄脸的点雷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。谢关注啊，我这耳机不响了，听不见了啊，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那一天爷爷领我去把星星看。
看见那舞台上有好多大花脸，红白黄绿蓝颜色有灯眼，一边唱一边喊哇呀呀呀，好像炸雷，叽叽喳喳声响在耳边。谁把气进不来？蓝脸的多尔衮斗御马，黄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喳喳。好厉害好厉害啊！那个有的说了，那刚才那都有原唱，你是不是也是原唱？绝对不是原唱，要不然我清唱两句行不行？对，你话筒稍微立远一点会更好听。清唱两句。蓝脸的多尔衮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喳喳。好，啊，这嗓子，这嗓子太刺了，真的是。好嘞，好嘞，兄弟们。那个胡子好，如果带个胡须的话，更好，效果会更好。对对对对，挺好挺好。我们二师姐的嗓门真的嗓子特别好。咱们的喜欢的话都关注三位啊，我就下播了，兄弟们。然后呢，咱们明天见。谢老大，谢老大。那明天见，因为呢。老大，你今天下播呀？对，这不得下播，又下播。现在又下了是吧？对，然后呢，咱们等会儿你。你们看谁在？花花在的话，你们在一起玩。我就以后呢，我不播时间那么长，八点把胡子掉了。对，八点到十一点嘛，兄弟们，哥几个我就下播了，兄弟们。然后好几个女主播，我一不下播，他们这边都没有人气，兄弟们。咱们兄弟们都去三位咱家自己主播，你们喜欢看哪个就看哪个，喜欢哪个就留在哪个直播间。开心，兄弟们记得，兄弟们开心就好啊。哥几个，走了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玩。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再组一局都可以啊。好的，玩啊，行，我走了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好，早点休息啊，老大哈，明天见。对，我得那什么，也不能播那么久，因为他可能理解，因为咱直播呢，以后呢，包括我这几天昨天也想了很多，就是以后呢，不能播这么久，播这么久，因为播久的话也那个，天天你就好比在天天看我也会烦的，偶尔把精彩的节目就短小精干的活整给大伙整整，好兄弟们去这个点的时候去。在家自己徒弟直播间去转转，谢谢咱们何志远大哥，谢谢哥啊！因为人家既然称了我一声，这个咱带几个徒弟吧，就带几个人，咱不想人家整的挂咱的马甲，每天这么累也没有人气，希望兄弟们理解，兄弟们啊！我呢还是我，兄弟们还是兄弟们，还是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让你们去别人直播间，也不是去啊，又花花来了，我看有没有猜对的啊？哎呀，这样啊。这样你 Hello, 他们在组队，我就下播了，兄弟们啊，我又下播了。然后呢，去花花直播间，等会儿他们在组队，你们一起玩啊。嗯，好的。好，这旁边是谁呀？这是我表姐。表姐好。你好。老大就眼睛都看到了。你好。表姐。你来进来，让我师傅看看。表姐多高？我表姐接近1.7米。表姐腿挺白。你这师傅，我师傅他得温柔，对，是不是？我不，他一点也太温柔了，他不错，一点不错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腿挺白，就是挺好看。我就喜欢师傅说实话啊，对，谢谢兄弟们，下我下播了，兄弟们去吧，兄弟们，哥几个等会儿他们在组局的，你们一起玩啊。好的，行，我就下播了啊，这个好的，老大，表姐九几？多大、啊、今天？他比我大2岁。啊，跟我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。表姐，表姐，别这样了，你不要有非分之想啊！我这跟你说，老大。表姐，小心我告诉师娘。表，我走了。去吧啊！你说我一说告诉师娘，你看他吓得跑着比啥都快。下播了，兄弟们啊！哥几个啊，去吧。再见。去那个，对。拜拜，老大。好的。好的。行了，哥姐，我又下播了，兄弟们。然后呢，就是播这么长时间长，
对，有的时间长的话也烦，兄弟们，咱以后连人就是呢，咱也别接那么亲，每天呢找我好几个好的争论节目啥的，啊，这样的话大家也很高兴，像时间拉久的话也不好，时长一拉，我为什么我现在不敢播时间长？时间拉长的话，官方以为我挂铁，兄弟们能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我一播时间长，流量量都停留在我今年我又上榜了，这个全网主播中我排行第二。粉丝停留时长快六分钟，啊，官方锻炼的问题挂铁的话，他就不给你推流。你看为什么这些大主播小鬼他们播两小时一小时，把节目整好，大伙开心就差不多了。有第二天还有个响劲儿。咱今晚为什么连上这么多新主播？有的不玩，咱明天玩，是一样的道理，兄弟们。希望哥几个理解打个理解，兄弟们理解打个理解。啊，理解打个理解，有空咱们就是有非想得多，嘴不会说，就天天连念一连九的话，都烦，啊，就是有的时候规定个时间，这几局玩好，大伙整的挺开心，明天大伙还来看，你整的一天像饭吃饭一样，一天晚上就把活全练完了，明天找人，嗨，又找不着新人了，又得麻烦，爱你们兄弟们，早休息，走了兄弟们，小孩不兄弟们，小孩不播了，哥几个都早点睡。明天该上班了啊，爱你们，破嘞破嘞就破嘞，爱你们，走了。感谢我咱那个零度哥，还有咱们烟花哥，糖葫芦，还有好多兄弟们，辛苦了各位，走了哥几个。嗯，对，要有度，对，就破嘞，11点半了，兄弟们走了。